3月23日，赵露思现身澳门出席活动，现场深图曝光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赵露思身着裸色上衣和银色半裙，优雅闪耀，卷发搭配烟熏妆，摆出各种姿势。但现场照片却显示出她的身材比例和姿势不够自然，缺乏精修图的灵动感。赵露思的礼服似乎尺寸偏小，导致腋下的赘肉明显，她不得不小心避免走光，同时还要穿着高跟鞋，这无疑增加了走路的难度。尽管如此，赵露思并不胖，但脸上略显圆润。赵露思不断向粉丝示爱，但昏暗的光线对她的脸部立体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与精修图相比，现场照片的差距显而易见。网友对赵露思的新造型有着不同的看法，有人认为她并不适合烟熏妆，也有人对她的造型师提出了批评。尽管如此，赵露思的清新甜美和之前受欢迎的素雅妆容证明了她的魅力。这次造型的尝试虽然有争议，但也显示了她的多样性和勇气。粉丝们期待她能找回最佳状态，继续展现她的独特魅力。如今赵露思烟熏妆曝光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